说，哎，你看我觉得我对我来讲，我有些困扰了。他认为雌竞秀就是这样做真我嘛，做自我。那第二季如果又有袁浩亮哥你，如果袁浩不希望有我，我学亮袁浩抱不和，摇他小桌解心结。我跟袁浩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我们就是想法不一开始个性上的不同了。我学亮积极啊，郭宏志、姚元浩、马斯卡、何浩晨一同录制外景节目《我的明星村长》。据传阿亮手机节目录制就和姚元浩起冲突，经他出席媒体联访全说了。我在想，这个任务应该是这样去做，先做这个事情再说。他可能就崩就往那个方另外一个方向走，因为一个团队，我觉得要一起去做一个事情。那我说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，时候他就去做，然后你就整个队伍就会拉开来了。一开始的这个没有合作过，没有磨合嘛，我觉得要互相支援嘛，就是一个人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其他人要过去一起做这个事情，然后我在做这件事情要过来，你不能就独走去做你那个事情。录完一次，我晚上就跟他喝点酒，我就跟他交心的嘛，说，哎，你看我觉得我对我来讲，我有些困扰了，我觉得这个是你的方向跟我不同。通过沟通之后，大家都了解了嘛，在几次的合作之后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制作人要有他也有我有我嘛，会有一些不同，因为想法不同。接到一个任务，村长交办一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想法就会不一样。他觉得一定做得到，我可能觉得哇，怎么可能做得到？这种事不要找自己麻烦。最后还是一起把事情完成。他认为雌竞秀就是这样做真我嘛，做自我。我可能提醒他说，哎，我们还是实境综艺的节目，你还是有一些趣味或什么，你努力的去做这个事情，当然是好的。但是你呈现出来不一定有效果，可能理解吧。年纪到了，老大哥那种心态去看那种小老弟在意的事情或者执着的事情，你会变个比较长辈去看这个事情，没什么。那第二季如果又有袁浩亮哥你，是不是？因为无所谓啊，这真的没有关系啊。因为如果袁浩不希望有我，那也是不会的，不会这样子的、啊。